来，宝贝，你别怪他，你不还不疼他？后来我弄就行了。道上。说对哪边的父母不满啊，没有这个啊，我们只是记录生活，然后呢就是哎，视频当中可能说我们跟父母说了什么呀，父母这样做那样做呀，拍视频不然你说要拍点什么呢，就像婷婷和我妈的关系一样，平时关系挺好的是吧，评论区说啥都有，说婷婷不好的也有，说我妈的也有，说我的也有，说丈母娘的也有，说谁的都有，一共我们家里上镜的也就这几个人啊，有些个别的网友呢就是怼天怼地怼父母什么都怼的，好像我们都不对，这个呢我也不好给大家评价啊，总之大家那个多理解吧，然后呢我们拍视频也没有说拍完视频就得让父母在这守着呀，或者看孩子带孩子啊，其实我和婷婷我们俩也没有那么多事儿啊，咱们这就是记录个生活，
也没想那么多，父母能来就来，不能来无所谓，我们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很淡。有各位网友就是说我们比较看重那些，都没有都没有。当然大家的建议和评论我们也都会去看啊，然后呢也都吸取大家的建议，包括一些学习，是吧？因为我们在家里跟父母沟通还是比较多的，因为这个时代确实发展挺快的嘛，我们也在学习，父母呢也在一边学，因为父母年龄可能比较大一点，学的比较慢，所以说呢大家也多多理解一下，做饭什么的都在学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看一下关注还在吗？关注不在的话点点关注啊，拜拜。